吸吸骨髓。这下分析差不多。哎呀，哎呀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恰恰我真的好快乐。人呢？嗯，开饭了。呀哈，这不刚才吗？
我盼星星盼月亮的，终于把你盼回来了，咋的？大兵刚出狱啊？好利索的了。妈呀，咋好了呢？还呀？你是不知道啊！啊，自从离开你以后啊，嗯，我对你那是朝思暮想啊，睡不着了，喊哭使烂呐、啊，你也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怎么跟我俩说话呢？啊，我这刚看到你有点激动了，关键我放心不下你啊！啊，你就这么放心不下我的，回来就给我整着狗看着都流眼泪的羊骨头呗？我这不为你好吗？啊，又为我好！你看你上回挑战30个骨髓，是不是没成功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吧，他特别的遗憾，我得让你把这个遗憾弥补了啊！刚才你是不是虎啊？那30根羊骨头谁能吃了？上回挑战没成功，我就台阶就下来了，你现在给我降上，完事我咋整？你放心吧，主任，这回你要能挑战成功，我给你奖励，奖励，奖励啥呀？这不现在拼多多暑期零食季吗？我1块钱抢到了整箱8盒海底捞火锅，各种口味都有，麻辣嫩牛、番茄牛腩、爽脆牛肚、番茄小酥肉，配料大块良心，平时一盒就要30多呀。想要福利的小伙伴点左下角链接就有机会抢到哦。主任，我觉得没什么事是吃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。你放心，这火锅我肯定能吃上。你啃那玩意干啥？一股味儿。我们厂子好好吃什么？工作要干好，饭圈不能少。主任，快点带，必须得吃了。干吃。不收，啥也不是。哎呀，继续挑战吧。小红点，天天给我挖。哎，还这小位置啊，话不多说啊。来一碗啊！哎呀，得劲！老规矩啊，三口清淡。大家好，别的，不过清淡。这30根不要慌啊！看主人把招牌拿下去，一步一步的啊，配点我的小心点，稳稳的啊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，立着一个啊，穿好，开始了。太费我气力，赶紧的啊！非常能挖的，这家肥子差不多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家跟草原吹的那闷儿嘛，那叫啥玩意儿？哎呀，整个乐器人。
快点呗，兄弟们，太慢了。不，你这死头的兄弟啊，等会儿啊。这里，兄弟，完事儿不吃了。您来吃啥呀？